我现在把他扒光了，你他妈能怎么样？我他妈从来没想到我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玩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还他妈是军信集团的美女总裁江总。你们都有福了，等我玩完了赏给你们。放过我吧，我把军信集团都给你。你没有31资金，军信集团迟早都是我的。你就从未想过给我投资？聪明，我就是没想给你投资。你和军信集团迟早都是我的。无耻至极，果然江州传言都是真的。沈若云，你他妈别着急，等会儿我让你在床上舒舒服服。周飞扬，你这个畜生，你不得好死。臭小子，断了一条腿还敢这么叫嚣啊，我他妈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古爷，我觉得有人缺少一点教训呢。来人，拿钢针过来。我今天见识见识虎爷的手段。臭小子，他们十指连心之痛啊，你他妈愣是一句没叫出来。你的骨头真硬，继续。誓不为人，我他妈要慢慢折磨死你，把你的四肢全部打断，把你肚子接上。怎么样臭小子，还叫嚣吗？